视频中，一对水牛母子正在被一群狮子围攻。看情况，这只小牛犊应该是母水牛刚刚产下的幼崽。很可惜，它刚刚落地，都还没来得及学会站立，就被狮子给发现了。对于饥肠辘辘的狮子而言，不会奔跑的小水牛可是唾手可得的猎物，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，有着非常大的诱惑力，所以狮子是不会放弃这么好的机会的。